美国男星水行侠杰森·摩莫亚贾森·莫莫阿首次获邀出席奥斯卡颁奖典礼。他竟大胆选穿藕粉色天鹅绒西装现身红毯，在一片黑、蓝色系的男星套装中显得更加出色。他手上的同色系圈更是在推特上引发热烈讨论，不少网友好奇，圈和套装也太搭，其实，圈和套装都是由上周病逝的老佛爷卡尔拉格斐卡尔拉杰费尔德替他量身定做的战服，圈上可见 FENDI 品牌标。摩莫亚牵住老婆丽莎波奈一起走红毯，两人都搭配以粉色系服装现身，但摩莫亚一身粉更吸睛，老婆拍摄独照时哎，气得摩莫亚帮忙拿手拿包，粉色橘色系为主的包款在他手上毫无违和感，没注意会以为手拿包也是他今天的配件之一。杰森·摩莫亚第一次出席奥斯卡难掩兴奋，他今和影后海伦·米兰搭档颁奖，在后台狂拍影片上传 IG 现实动态。他先是分享后台的鱼子酱点心，贴心的他弄好还先问搭档海伦·米兰，你可以吃我的，这是最后一块了。还抓住海伦·米兰玩自拍。变身好奇宝宝的他在后台乱窜，更公开数十座摆在舞台后方的讲座，小声说，我们现在在布幕后面，有好多的男士与女士，他偷偷拍了即将上台开场的皇后合唱团，拍得正起劲时突然自忖，我其实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拍，可以吗？听到似乎是不可以，他笑说， OK， 那掰咯，惹笑大批粉丝。王怡文，综合报道，想知道更多，一定要看奥斯卡星光女神卡卡戴赫本九亿黄钻莎莉赛隆冷吸睛奥斯卡星光穿金的稳赢，准影后葛伦克罗斯霸气称19千克礼服奥斯卡星光同志男星穿丝绒蓬裙抢进红毯腰交绝杀，看了这则新闻的人也看了奥斯卡影后真宠。演活任性女王奥利维亚·科尔曼首入围气走格伦奥斯卡最佳导演艾方索·古瓦隆众望所归，罗马聚焦再获金奖，肯定奥斯卡影帝第一次就得奖，马利克入魂皇后主唱波西米亚狂想取夺四奖，水行侠杰森·摩莫亚佐和老婆丽莎·波奈一起走红毯，右手上的粉红圈超引人注意。舒特斯托克，达志老婆在拍独照时，杰森·摩莫亚主动把手拿包接下帮老婆拿住，却毫无违和感。舒特斯托克，达志杰森·摩莫亚的圈其实和套装一样，都是出自 FENDI， 由老佛爷卡尔拉格菲亲自设计。舒特斯托克，达志杰森·摩莫亚左爱妻成痴，和丽莎·波奈在红毯上互动甜蜜频放闪。法新社杰森·摩莫亚又和影后海伦·米兰搭档颁奖。舒特斯托克，达志杰森·摩莫亚在后台享用鱼子酱点心，还和海伦分享。翻摄杰森·摩莫亚 IG 杰森·摩莫亚与海伦·米兰玩自拍。翻摄杰森·摩莫亚 IG 杰森·摩莫亚在后台乱窜，还公开小金人。翻摄杰森·摩莫亚 IG 正准备开场演出的皇后合唱团也在杰森·摩莫亚的 IG 曝光。翻摄杰森·摩莫亚 IG 关键字水行侠杰森·摩莫亚低私下载台湾苹果日报 APP 有话要说投稿即时论坛相关新闻。